台东首开全国先例，把30年前阿美族山里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登记为林业用地的错误更正恢复，而有11户族人都领到了土地原有的权状。山里部落位在台东县卑南乡家峰村，部落里有个美丽的山里火车站观光景点，可是这个部落的建筑物从民国85年以后就无法变更改建，大多数房屋破旧，这是因为当时部落里5.3公顷的原住民保留地被误编为林业用地，有房屋就是违建。很痛苦呢，所以希望赶快就对了。哎呀，应该政府还我们的保留地啊。台东县政府2年前开始搜集这里93笔土地、87户所有权人的资料，并且跟中央跨部会进行协商，首开全国先例，承认是政府过去登记错误造成的。从今年起，先还给11户族人土地，未来陆续再把其他土地所有权还给部落族人。等很久了，是因为过去啊，没有人去要求。你要公务员去承认说，哎，对不起，我们以前真的是错了，所以现在叫更正。这个不容易啊，有自己的土地，有的可以去谋生，也可以去贷款，以前不能贷款啊。台东县政府表示，原住民保留地必须合法持有，并取得他项权利证明5年以上，就可取得土地所有权状。而山里部落族人也期待，因为这个迟来的土地争议，能让部落进步，发展观光。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